少人啊？现在33个，就是全校区也没多少人，还分两次路线。但是他们好像小班就收了2个班呢，今年才小班收了2个班。那我就想问他这样子，那其他呢？其他啥意思？哦，他是第一个是周五去的哈，第二个周五去的，那其他人呢？其他人就在学校里面。啊，所以那一次去，他可能就是一个老师去，一个阿姨，然后你们一个老师在那里面去看那些。我们至少要有这个事情去了。骑到那边，我们小区出来嘛，我们怎么那么多辆那个公交集团的大巴车，我就想把人这么多辆，然后后面才知道我们是那个不要去的。我们之前去，你马上走就是。